家是越做越商，帮妈妈避危机，为大家来表演贵妇平常在家的贵。那我就是这样子，它叫做阿信汤。你这么近看，又看得很清楚，不然用力。它有另外一种是假跪，它真蹲，小腿会很酸，久了之后小腿会扁平。用力的这样子拖，那这个时候腰就会很辛苦。哦，做弓箭步，身体的重心是往前往后，比较好的一个做法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